就万一有的时候你那个音，有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就一台琴，有的时候但是音很长的时候，你又没有 也不是想说一直密密麻麻弹音的时候，你就用那个拍子把它堵上去。所以说插音的时候，即兴的时候有两种可能的，一种是用拍子来填，拍子把它填；另外一种是用音阶。我刚刚不是有时候音阶吗？嘟嘟嘟嘟的，那还是要这个拍子。那你怎么练呢、啊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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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有点类似嘛，有没有？华子，这个是华子嘛？对，嘟三拍，然后。现在我这个速度变六个，一拍里面有六个点了，就你看左手打两下，
歌就刚刚不弹过的，你要教 C minor。三个音右手要很快，对，动，你要就动。动，哒哒哒哒哒，动，哒哒哒哒哒，对不对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左手又就基本拍，就是一拍里面。所以我为什么常常把那个把谱写成两倍，有没有浓缩起来？你必须要这样子，巴萨诺瓦就必须把它浓缩起来，就把它。比如说一般来83的话，我像我刚刚弹的速度啊，其实差不多130了，140左右，140，但是把它浓缩起来变成70拍的两倍的140，这样。那所以说左手，那一拍里面咚哒哒哒哒咚哒哒哒，那就咚哒哒咚哒。如果把它变成一拍咚哒哒咚哒哒咚，它变成一拍里面一拍140拍。可是把它浓缩起来，动哒哒，变70拍，事实上它也是120拍，也140拍，这样子。那你这样比较好记呢。所以你们有空的话，就是把萨诺瓦就练成咚哒，然后右手是嘟嘟嘟嘟嘟嘟这样的。脚还要用啊，当然脚要用啊，脚要配合啊。